天哥，你太厉害了！为了赵子慧，你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啊！没救了，没救了。其实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啊，有救。回家待个半年，到时候跟差不多跟没事儿一样。你会后悔的。是。我现在两分钟后悔一次，明天五分钟后悔一次，下星期一个小时，半年一个月后悔一次，过两三年就没事儿了。那你也得先撑过头几天。兄弟，我那车咋办呢？什么车呀？哎，你带那个保险卡跟身份证了吗？不是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撞了他的车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哪辆？就是你刚才说的 Dream Car。不严重吧？来，你看看。B 呀 ！B 呀！天哥，你挺 B 呀！找贾小朵吧，做保险。这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我的车在那儿停的好好的。他给我撞上来。欢迎您下次光临。其实喝得好。行，喝得好就行。那我走了啊。你能开车吗？我又没喝酒。那好吧。哦，对了，周一别忘了落实协议的事儿。没问题，让赵子慧联系我。啊，秀总。小哥们儿，你那急事儿办成了？我是帮忙的，还嘴硬，不想回老家了？如果不想回老家，我告诉你，分分钟让你到派出所蹲几天，知道吗？知道，谢谢小曹。你帮忙，我看你小伙子挺仗义，我是帮你忙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听老哥一句话，别拿那个赵子慧当妞，最多那也就是个哥们儿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你知道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我过的桥那比你走的路还多。你别以为你们那点事儿长得挺深似的。是是是是。不过，他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出来啊？都白说了，抢着买单，你在这儿等着吧。啊，人呢？哎，夏总，墨迹什么呢？快走人。哎，好好行。嗯，夏总，你慢点。来了。哎。多少？4860。打折吗？已经打过了。我怎么不知道啊？那就把零头抹了，4800整。4800。1234。别动！别踩！子慧，子慧。徐天，
帮我捡钱。来，走起来。怎么样？吃了多少啊？谢谢你。来，钱都给我。你都拿不稳了，我帮你捡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支长，帮我盯一下。多少钱？4800。赵凯。要报销吗？找谁报啊？坐一下，坐一下。喝了多少啊？不知道。我还以为今天你得横着出来呢。还没有仔细看过你呢。咱们两个认识时间不久啊。如果明天死了，你最想做哪三件事？明天为什么要死啊？回答正确。你呢？明天想做哪三件事啊？想跟你坐一坐，想跟你光脚在路上跑，如果来得及，明天早上睁眼再看到你。现在说这些多没意思啊。哎，错误答案随便说说嘛，明天还上班。起来了，起来！送你回去吧，少仲还在车上呢。没事，赶上抱你一下。现在做第二件。哎，多冷啊！你拖鞋啊？真舒服。你傻呀？啊？你行不行啊？你教我的，拖鞋。哎，你这人到底行不行啊？脱。我。脱，我也脱呀。脱，
哎，你别跑行不行？啊！球球散了。哪位是患者家属？谁是？我。病人喝了多少酒？喝的挺多的。胃洗过了，但是要住院做进一步检查。酒喝多了也要住院的呀？病人突然失去知觉，初步怀疑有其他的原因，住院检查一下比较好。好，那查吧。来，签字。哦。谢谢医生。我喝多了，我也失去知觉的，我还记不起事情来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，你呢？我陪着他呀。他在上海，除了咱们就没别人了。明天你也没喽。10点的高铁，最晚8点必须走。他这一觉，不知道睡到什么时候才能醒。别担心，我一点都不担心。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说的饭店，我们三个会做好的。开业、装修都发照片给你，赚钱算你一份。赔钱也算你一份啊！子慧姐那边你也别担心，有我和小朵在，有事情跟你说。我还是不跟你说的好。哎，你丫有病吧？啊？你好像交代后事一样。其实我觉得吧。没什么可觉得。
几点了？你人呢？哎呀，这不才7点多吗？你快起床，我东西都收拾好了。啊，那个少仲啊，他一会儿就过去接你了，我包在车上呢啊，一会儿把你接到医院，咱们直接就去车站了。医院？阿姨，我来接你了。啊，好，来了啊。阿姨，行李呢？啊，在那。啊，哎，徐天怎么在医院呢？笑一个。我才刚睡醒。笑一个。谁现在拍照还比这个呀？你终于醒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先弄清楚你怎么在这儿吧。喝酒，请吕总。你把肖总绑架到老克勒。还有呢？不记得了。你晕倒了，在大街上。是吗？忘了。三件事。哪三件啊？就是你晕倒之前说过的话。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知道会这样。晚了，上班。医生说了，你要留院观察。哎，观什么察呀？贵死了！你这好不容易才取消此兔。哎，我的包呢？买单剩下的钱在哪儿啊？你坐下吧。都来这儿了。衣服怎么上班啊？等我20分钟，我去外面给你拿去。拿什么？我妈昨天给你买的衣服，20分钟后她就到了，我去外面给你拿。你去上班，我回盐场。
衣服带了吗？一晚上没睡吧？睡了。快点下来啊！我要是不下来呢？子慧，子慧，子慧，我在。给你。我换了。那我走了。等一下，干啥呀？这衣服肯定不止1000块，还有昨天买单的钱，给你。这衣服是我妈送给你的，买单的钱没关系，我有钱。我干嘛要用别人的钱？昨天请客没有超出预算，借小朵的5000块还掉，我还有钱，快点拿去。你这个月发生挺多事儿的，肯定亏空了，我可以帮你的。不用。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你把你卡号发给我，我回去了把钱打给你。不要。没事儿，我自愿的。真不需要，除了正常工作，没有其他用钱的地方。你肯定会有需要的时候嘛。就是没有。干啥？雨天，我想再看看你。我想换衣服。徐天，徐天，
赵仲啊，哎，有空到盐城来玩。啊，阿姨再见。哎，你们俩还有话要说吧？没有。哦，对了，贾小朵，你跟他说，让他放心，保险签字，最后到盐城来签就是了。啊，我们走了，走吧。喂，哎喂，当阿姨走了？啊，已经到车站了。啊，嗯，我就吃了个早餐，你，哎，有没有提保险的事儿啊？叫你放心。那就行。哎，昨天晚上子慧没有回家，是不是去店铺啊？店铺？对呀，跟徐天睡的。今天要走了，来不及了。你能不能想一些好的事情？怎么那么八卦呢？八卦一下嘛。哎，你下午有空吗？嗯，今天你可能要自己去干活了，我下午要上班。哎，子慧上不上班啊？上班，辞退的事情收回了。就知道，好吧，挂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和你说什么来着？对，我车撞了，找你理赔。哦，那你下午来找我吧。早餐，9点半召开法务部还业务拓展部到我的小会议室，10点半让财务和渠道销售两位老总到我的办公室来，12点在小南国以我的名义订一个包房，1点半你把 DMG 的这个项目备忘录给我送到包房来。封印没有在我个大衣柜里，是不是拿去干洗了？哦，是。明儿天应给我拿回来，我要穿。明天一早就拿回来。DMG 协议就交给你了，你负责一直盯到双方签字为止。知道了。重新开始了，好好做。谢谢吕总。去吧。要上火车了。昨天我都记得，三件事，最后一件，早上真没看到。都实现了。谢谢你，重新开始，你要幸福。
子慧 ，DMG 的协议备份电脑里面有没有？哦，我看看。你找到给我发过来，我需要对照。好。走啊！你怎么还站着呀？走啊！巴黎对三季度的业绩一点也不满意，每个季度递增3.5%，季度和季度之间互相匀一匀。我说过的，一季度报表就那么高，下半年累死也做不出来啊。现在金融市场也不好，四季度直接影响到年报，你们都好好盘一盘手里的项目。哦，对了，子慧。DMG 的法务联系了吗？联系了，但是肖总还没有吩咐走流程。你下午过去一趟。我自己吗？让严总陪你一块儿去，要不然老肖又不见了。肖总好像要出国。他就算到月亮上也得把字儿给签了。我下午有事。DMG 的事儿眼下最大，两边的法务走出来，第三季度就多了8亿。发车了吗？新年，驰骋理想，汗水，大放成功，激情，扩展业务，热忱，打斗业务，执着热爱，持之以恒，坚信信念，迈向成功。散会。辛苦啊，辛苦辛苦。来，这先放门口，这边就行。水沏好了，一会儿自己喝啊。拿那个大板儿。辛苦。在做饭啊？啊，保单给你带来了。哎，妹妹跑了！哎呀，妹妹，妹妹，我去帮你追，你放心。妹妹，快快快，妹妹，别跑！哎，过来！哎，你等等我，别跑，别跑！哎，哎呀，你过来！别动！过来！
别跑，别跑，你回来，回来。不能乱跑了，知不知道？哎，大总，天哥，大总，张丽呢？丽姐在陪工商局的检查，在酒楼。哦，走吧。到了吗？我刚才查了，应该到了。二位，咖啡还是茶？我们自己来吧。咖啡机在这里，奶糖都有，茶也有。请问一下，肖总什么时候回来？刚已经打过电话了，马上回来。谢谢。喝茶可以吗？严总，我自己来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小心烫。谢谢。我问了一下人事部的，他们还不知道辞退的事情。照常上班，不辞了。怎么回事？昨天我把肖总和吕总约在一起，项目谈成了。